好，我们来看104品往生条件啊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过，那个往生容不容容易？现在的问题啊，我给大众讲，发现你们附体太多，大部分都不能做主。啊，现在这个眼越开了，看得越清楚啊。那这不能做主要就，啊，这个为了这个个性来讲啊，这个要往生其实非常容易的。像我们学净土是净化，啊，很简单的东西搞得自己很复杂，啊，现在在我也给大众讲，在我们贵宝地，我给大众没有个人的意见呐，啊，个人的意见都是自己的个人的啊个性，那你说往生就是自己干扰自己啊，这不能不懂啊。那现在佛在讲往生的条件，大家好的听啊，其实都非常简单。啊，不简单就是你的身体不犯，那简单就是你身体犯了什么事也没有，啊，就好像这个往生条件，往生没有条件啊。佛在讲，往生有条件，往生没条件，啊，往生人人可啊，但往生也许多不可啊，这个问题啊。早上我讲了这么多，就这个身体啊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非常的麻烦。在麻烦的，只要你有主观，只有主见，这个身体，还是你自己啊，感觉觉得，你这个绝对不能坚信。其实往生非常简单，啊，不过给大众讲啊，像佛法来讲，你不带众生苦，不能坚信的啦，这不能不懂嘛。就好像众生，我也是众生之一，啊，我们都想坚信，想，啊。救命，想人家来救我们，这个意思就很善款。你为什么自己不救自己啊？你要人家救你啊？啊，就像你们现在问题很严重在哪里？对佛没有信心在哪里？啊，我没看到。那我请问你啊，你爱一个人有看到吗？看到他心吗？这都是自己的问题，没有别人的问题，啊，所以你说个性是不是害死你？像我们很容易可以见性的，那为什么不能见性？啊，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个疑惑啊，对自己啊害处最大。就像你们现在啊。刚开始啊，你们在访问空间，就是到底是真的还假？这个都对自己的信心就打折扣了。所以我常鼓励，啊，真假都好，你问得出这个故事出来，那就是真的了。啊，你也不是作者，你也不可能想到这么故事这么好，而且每个故事啊讲出来都是真理。这个怀疑在哪里啊？怀疑是你的众生啊，众生不给你尽兴啊。像我们护体太多了，像在我身上抓了这么多，你就知道这里面护体还得了啊。像是贾博士讲的水讲的，3岁坐在地狱的，所以给大众讲啊。啊，往生啊，人人可得，啊，人人可得，但往生有许多不能，不能是心性为人转变，不够慈悲，也对自己不慈悲啊。像我们现在啊，看到你的啊冤亲债主，你害人这么多，啊，人家怎么会善罢甘休啊？所以你现在只有听话。听佛的话就有救。假如说你今天还是自己主观很强，你根本就是听你的冤亲债主的，这不能不懂。那听冤亲债主什么？干，没力气，想睡觉。听佛的能量好，就像佛。我
我讲有没有道理啊？哪有时间一直睡呀、啊？你们给大众讲啊，时间就是宝贵啊。假如修了不能做主，你就是听众生的了。啊，修了能够做主，我给大众讲，你是听佛的。这就是真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不能啊，不能是心性还是为人转。啊，不能是对往生不是真实。所以我给大众来我们贵宝地啊，啊，像我们俩给大众讲要看佛看，啊，看菩萨，你是错误的啦。啊，真正的佛在那心对心，啊，你能跟他心对心呐、啊，这是佛法。很多人不懂啊，说往啊这个往生不能是心性啊，未转变啊，不能是对往生不是真实。像我们这资料这么多，我们家是作者，作者也不可能的、啊。像现在啊，我也给，哎，给大众讲，啊，很多作者大家都很迷啊，啊，都是幻想想来的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所说去的跟佛法合成一体，不能骗人家来。所以啊，假如自己啊对自己失去信心，啊没有力量，大不是众生做主，不能不懂。那众生做主怎么看法？你没力，力气没有了，啊自己做主能量有，这是要看大家的兴趣了。像啊我在修行啊。我可以好几天不睡觉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可能这个经验呢、啊，啊，你们想有在修行的人大概都有。啊，这个法喜充满啊，就喜欢啊，这个一直啊，这个啊研究下去，听经呢、啊、可以无法自拔的，这么好的东西。啊，所以我都探讨祖师大德。睡觉都很少，啊，睡觉都给大众讲，大部分都是附体的，那要怎么去突破？啊，像我就给你讲，爱睡的人尽量防温，像那孩子海量来讲，防温也是有100的嘞，而且防温都很准。啊，你看他不访问，好像就软了。啊，我也鼓励他要多多访问，对自己啊帮助很大。因为你们现在，啊，留什么？要跟着佛来讲，留了每个人的故事。啊，每个故事怎么这么精彩啊？啊，能够来这个学佛。现在韦陀菩萨前人就了不起了，像我们看了这个全世界什么这么多谁去访问韦陀菩萨跟前人呢？很少的嘞。所以他讲出来都是佛法真理啊，而且我也给大众讲，只要教你好的都是真理，只要讲的自己。讲话有个性，这不是佛法啊！佛法完全是无心啊！你看，都随众生意。现在佛在讲经典，讲解义来讲啊，佛讲解义无本，他讲他没讲啊，这句话人家听着就雾水。哎，佛明明你都讲了无本，怎么讲没讲？他所讲的是。现在宇宙之间，地球之间，每个个人的个性，那你看这个性是不是害死人的？那我们现在也不晓得我们个性啊，变成把我们生老病死。所以听了这个经典呢、啊，
啊，能够消归自性，很好改。见性很简单。像现在还在跟我讲话，你看我够给你圆了、啊，我不给你偏的了。不管他讲什么，我都是圆，没有一个人错的。啊，你的起伏啊，就是你的错。假如你都不起伏啊，你就没有错。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。像带了这么大的大道场，又是几十万人来，几百万人来。啊，你有起伏哦，你不能相互谋怨的来。每个人都有个性。啊，只要他不要啊违反了真理，都能尽兴的啦。像我们这个个性也是身体来的、啊，你说这身体有用没用？身体只有啊找回自己才有用。不然你看看这身体，现在没有人修行啊，我可以睡到一点两点。像以前我是这样的，啊，我连礼拜六做完以后，我礼拜天就要睡到两点，一个礼拜下来就礼拜天休息啊。啊，睡两点以后，就带了小孩子，看哪一家餐厅好，就去吃一吃。啊，就这样一天过了。人家也不会管你睡多久。啊，生活就不一样了。自动的两点起来。啊，自动的时间安排，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。我不给一点时间给我头脑去想别的。我今天的成功啊，不是白来的。啊，我对你们的个性我太了解如掌了。啊，个性是你们，跟我也没关系啊。可是我的啊，佛在讲经啊，你们要改哦。啊，为什么晚上有条件，晚上没条件？有条件是你卡住啊。像佛这么慈悲，他哪有条件？啊，只要你不违背真理，你都可以上西方的嘞。就像我西方来去自如啊，像你们现在很好啊，啊，书记可以欠人家西方，我靠书记就好，那你们就输了。啊，应该你在我这里要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要比书世界更高啊，啊，更精进。更找回自己，那我告诉你们就赚到了。像你看我在讲经，我不念法的嘞。啊，说晚生人人可能，但晚生也许多不能，都在搞这只假身体。像啊，现在宇宙之间没有把身体解开这么大，佛解开的。就为了这个性不能见性，像我们现在都不能做主，很可怜的，好像做下去就好像啊，好像不要怎么办，这人生非常悲哀的，这怎么已经被控制了？那为什么被控制？外来。啊，你外来必须有代价的啦，就好像啊，在讲这个法师来讲，他以前是道教，像你们呐、啊，轻轨收众是不是要拜拜，有东西给他吃啊？这就是代价，像佛不用的嘞。啊，像今天呢、啊，我等一下下来啊，我会跟我啊跟我探讨一下，我给你弄的最方便的。也不会人家吃的会害怕，啊，而且又最方便，又能够处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敬鬼神众，东西要多，一定要面，不然就是饭，啊，不然就是米粉，啊，不然就是都要的嘞。可是我给你做了，啊，完全都没有妨害，而且人会爱吃。这就是智慧了。很简单的东西啊，都可以处理的。
像我们也给他的很简单，可以去西方，搞得你人像不人啊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那为什么搞得这样？就为了这个身呐、啊。啊，今天你的身体可以放下，我给大众讲，你们就赚到了。啊，身体放下了，我给大众讲啊，海阔天空哦。啊，这身体是借用的了，要不要顾？要顾，不要给他冷热，主要在进修。像啊，很多人很保护，尤其香港人，啊，什么保什么保啊，啊补啊补啊，一直补补啊补啊，哪个不是？你们香港人谁会补了？我那看到药房，这是补什么补什么补什么，他们介绍给你的，那补有没有效？没有效。我从来不吃补药的。啊，学佛以后才调这个心最重要啊，这个膝盖一调起来，对你自己要帮助最大。啊，说许多人一生修行啊，所求的啊是真理，说往生的人可能，但往生也许许多不能，啊，不能的是心性会不能转。像我们现在要不得在哪里？世间人啊，世间人，我给你们讲啊，你们最要不得就把这个身当作是真的，把自己毁了。啊，我讲世间人，也讲你们五十兆的鬼神众啊，太可惜了，也是个性才进到你们身体的。像现在人啊，有福报没福报，像刚刚贾博士还是长庚法师讲，不是那个长庚法师讲的，那个有钱人，山西呀、啊，啊，这么会赚钱，五十几岁就走，太自私了，他也没福报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啊，我们啊所赚一分一毛，要取于社会，回馈社会。像我现在才想到说，我一辈子做生意怎么都没失败，而且我一辈子做生意怎么都赚钱，我都在布施啊。在兄弟姐妹，我最会赚钱的嘞，我第一个买车的嘞。啊，原来我都是在布施才能赚钱的嘞。像我们领导来讲，啊，这钱是我家的，你家在哪里呀、啊？像佛法的教育是六度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布施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布施也不一定要钱啦、啊，啊，无畏布施，健康长寿，法布施。啊，不一定说你要印经啊，讲法给人家听，你也能尽兴啊。只要这人有悟数啊，你就尽兴到了。所以往生人人可，但是往生也许许多不能。啊，不能是心性会转变，不能是对往生不是事实真实。下面你们也看到，我也给你们出家人讲。你们出家的父母都要养的嘞，啊，为什么我要出家的父母要养？出家三福做不到，不能见性的啦。啊，给你们全家人团聚，安心的修行。这个世界没有人家在做的，其实这样做我才是真理。像我们都要度佛啊，每一尊都是佛啊，啊，你父母也是一尊佛来的，这不能不懂哦。啊，像有人讲说，我养你啊，没有人敢养人了、啊，我爱养人，我养你，你就是一尊佛啊，这不能不懂嘞。
所以许多人一生修行求的更是真理，可是真理却又不知为何。啊，向真理给大众讲啊，真正的真理，宇宙中则纯净纯善。假如能够取于社会或者帮助人，像你来这贵宝地学，啊，你业障绝对不会啊现前。只要你依教奉行，你百病不疾的啦，不会生病的啦。这是真理啊，这不能不懂啊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主要是身心愉快，啊，能够静平，啊，能够见性，这种大法外面没有的嘞。啊，说真正修行某一法门宗派之际，对于往生修行功却又难以真正的明白真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不要话太多，不要思维太多，不要看了什么东西都要问，直直做去就成功了。也不要怕吃亏，像我苏师姐，我是这样做法的。像我在道场帮助很多人的，不能不懂。像我们外省帮助很多人，学佛就是帮人呐、啊。啊，人有问题你可以解开呀、啊。学佛我们不能帮人，那我们学什么佛？啊，你在道场会受人欢迎的，哎，那是佛法。所以啊，啊，这个真正修行某一法门啊宗派之际，对于往生修行功却又难以真正明白真理，这是个人见仁见智啊。像我也给比丘人讲，你们的做法人性啊，那这个人很有福报；假如你们的做法这人不信，随缘。像我们学净土没大福报是学不到的嘞，啊，所以往生了脱生死重要大门。不同是生生世世三轮回不行，像现在在我们香风道士大门打开，看到了没有？整个啊，维生空间都是中啊，一粒沙一粒石一粒草，大地都是中。像你们现在还不怕，很可怜的嘞。啊，应该知道，啊，我不想轮回。发梦了这么多的众人，每个人讲故事，不是在啊人到时候所做的事吗？还有家庭的，还有父母的，像这个万物来讲。啊，都是个性把你给害死，所以我也给大众讲，人道来讲，个性不要，啊，慈悲一点，要早一点学佛，啊，了解诸法实相，可以做做，不可以做，千万不要去碰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只有救人可以救了，剩下的不要，给大众讲就真的，人道。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能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你给他开悟，自己也开悟了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往生啊，了脱生死重要大门，不同意啊，生生世世上的轮回不行。啊，一不同意口里，心里说并不存。像这不行，假如我们口里跟心里啊，并不存疑，你绝对不能坚信。像我们现在人跟人之间都在讲道理，那个我不听的，那个是身体在讲道理。啊，我们没有身体啊，
我们身体借用的。啊，你们家讲个性，我也不听的，因为你们个性就是身体，啊，冲突的。很简单的修行，大家修习的不能修行，很可惜的。真正的往生是没条件的了。啊，你看，跟着无量说经，一脚不一应。啊，觉得人间心影，不能不懂。所以啊，人家佛在讲说，修行应该是我有一依处，南无阿弥陀是真的。现在你还看到，啊。整个宇宙来讲，在我身上看到，不是佛下来，怎么有办本事超？像我今天呢，不是佛下来，我跟旧世师父一样，我走了，哈，被众生给侵袭了，整身被侵袭的嘞，因为我超大地呀、啊。像你们人道来讲，吓死了，我才不会嘞。我心都没动，这不能不懂啊！我也常常给大众讲，不入虎穴，却得虎子，都要去探讨的。像你们以后啊，观想大地观想啊，花的了解啊，羊的了解。马的了解，牛的了解，啊，袋鼠的了解，都可以牵他手问他的嘞。那你讲说，袋鼠有袋鼠法，啊，像你们老鼠有老鼠的法，佛以一应而说法，众生各个水理解。像以前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就讲佛好伟大，佛一句话。可以翻译，人家翻译很难翻。现在机器出来了，啊，你只要啊播音练了什么，它的机器就会出来，字就会出来。像我们身体科技的科技，所以修行应该只为一依足的南无阿弥陀佛，相继才能完成。啊，但相继力量有多少真实？什么叫做力量？像啊，学阿弥陀好不好学？好学的不得了，这无量寿经打开啊，都是他在教的啊。啊，无量寿经所打开，都是他自己啊修的。啊，像我们第八品三十二相八种悉皆具足，所中常住五经之法，专言自己。啊，一切所需皆上师父，你要有情，都是自己修的嘞。成佛很简单的嘞，怎么搞得这么困难啊？不能不懂的，他每一句啊都啊非常的精华。像你看，我做佛时，十方佛刹啊，诸众啊。诸菩萨众闻我名起，啊，皆悉得清净解脱，啊，主要在清净。普等三昧，啊，诸身种持诸三摩地，这个至于成佛，心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你要去帮助众生的嘞，啊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诸佛，不思定义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。都是在度众的，像第六品啊，你看哪能够学到，你能成佛。像这本书就是成佛之经啊，不能不懂啊。像我们练佛练的还会睡觉，啊，也不能做主，不晓得他是真宝，啊，说真正修行啊。啊，往生是脱生啊，脱生死的重要大门。像现在你看大地这么多众灵，
空气是重点，大地是重点，才知道你到底要去哪里当重点。不然不懂的嘞。像我给大众抓紧阿弥陀佛最好，啊怎么抓？不是迷他抓，看了无量寿做到，无量寿做到，每一段都做到，你就赚了。啊，做不到就被淘汰了，啊，所以不同生死，啊，不同于生生世世三轮回不行，啊，一不同口里心里说并不同，这都不行。啊，所以修行啊，应该只有专一一组，那么不同，相信能够往生希望，相信力量有多少，真是就看你进去无量寿经有多少。像啊，以前啊，我在金中学，金中学就讲，学佛不是迷信哦，啊，他们很迷的嘞，自己就不精进，啊，就一直迷跟着走。很可怜的嘞，像啊，假如你是迷啊，是不可以往生的了。啊，无量寿经啊，里面一个都没进去，不可能往生的了。这不能不懂，是不是啊？活的心愿不够慈悲，啊，此亦不是任何邪魔外道所说。迷者真是迷惑颠倒啊！像我们修行，哎，要不要克服？要，尤其拜佛、听经、无量寿经。像修行人呢，一天没有一本无量寿经，你不是修行人呐、啊！我给大众讲要听。早上最清明，练最好。啊，练的不是给佛听的，练的你到底悟了多少？这不能不懂。说迷者真是迷于啊，迷惑颠倒，所信所见亦非是真实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啊，所以为迷啊，都是在于心底不够啊功夫。像这个心底功夫，大家好像听不懂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，整个身体来讲，啊，都要下功夫的嘞。像我们最啊这个昂贵头顶，你看从我这个脚趾头来讲，啊，跟着头顶来讲，都五体投地在拜佛的嘞。那是佛法。下来拜佛，啊，跪下去眼睛不能闭的，眼睛要亮，上来眼睛要亮，还能转佛，那是佛法。家人们的用心啊，在无量寿经上，见性很简单，只要你是发愿的心呐、啊，像我给大众讲。人道有没有路？没路了，真的没路了，不能不懂啊！所以迷者啊，亦都是难以啊消化任何真实大事。像现在你们来贵宝地看到我们真实，假如阿兵你不来，你会怀疑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有这样？你觉得呢？那时候我邀请来你来澳洲，就是要你证实的，因为你是真的要修行的。现在来这里，你看证实的，包括法师有没有看到来这里？这真实啊，我也给大家自己都要去面对的嘞。啊，这个人面对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坐你身上，给你睡得清楚，他在听经啊。好。
很可怜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萎靡啊，都是在心底不够用功夫。此不是佛行愿不够慈悲，此乃不是任何邪魔外道所说。迷者真实迷惑颠倒，所信所见即非真实。啊，这个自己不认真去迷，自己要去印证。那时候拿着无量寿，我来印证到底是真假，眼睛就开了，而且不看报纸、不看电视的了。而且不听人家讲话，啊，就是自己坐在佛号中。对自己都要下手的了，你自己下不了手，不能见性的了。这不能不懂啊。像我们身体啊，要越来越强壮。啊，怎么强壮？拜佛。啊，不能拜也要拜，你是不怕死，越怕死越要拜哟。啊，不是站在那边有睡觉了，坐在那边有睡觉了，啊，蹲了以后有睡觉，一百年你都不能见性哦，不可能见性的啦。拜佛对自己帮助最大，是救自己，不是救别人。啊，而迷者已多难以消化任何真实大事，所以啊，若是孩子经常想以啊投注他人方式度过危险与考验，那为迷，则难以成就。啊，像我们身体啊，要去刻苦耐劳，啊，越拜越成长，越拜越找回自己。说迷者并不明白自己也能够啊觉有功夫，只是只单是迷，不是真法，不能不懂。像你啊，老了，体力不对了，修行好几年了，连佛法的大根大本都不懂，那是迷。不讲的天花乱坠，自己身体都垮了。家人越学身体越好，啊，越有能量。啊，所以佛讲啊，只当迷啊，不是真法，没办法，啊，明心见性。这不能不懂，所说障碍除了尘染，再来更是迷。都是嘴巴讲的啦，身都不动的。说迷信会让一个人呢、啊、无有是处，而世间有多少人以迷恋方式修行？现在太多了，很多。想去到啊这个大陆来看了好几个善人，在深山里看也没在修行，啊那没在修行，在玩机子，那就是不在修行了。你不要看这机子跟网站，你只要碰到这个东西 啊你想要休息就很难。啊，这不能不懂哦。啊，说多少年过去休息还是停在原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像家长，你休息多久了？啊，我休息好几年，休息十几年，样子看到人家会不跟你学的啦。这不能不懂哦。个性习气还是在原本面貌。啊，还同样世俗心烈强。啊，所自信所说的成就，却一切皆是幻化之想象。想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，要一分耕耘的一分利益了。啊，十分耕耘，十分利益了。想啊，越战越重，越睡觉越拜佛。
像拜佛再不能克服你的业障啊，你已经没有意义了啦。这不能不懂哦。啊，越拜佛越清明，越能早知。说真实希望从来皆是遥远之说，孩子，真实修行不要迷恋。这句话有没有听到？真实修行不要迷恋，照无量寿经。啊，佛讲的要迷恋啊，我也不用在这里讲经了，我跟他比就好，有道理。哎呀，这二三十年来，战战兢兢都在做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啊，佛又讲，真切的修行不再迷恋，也是一门功课。啊，不迷的心性是找回自己的成就，不单是依，而不是依靠他人的协助。像我很好心啊，我说你们都要靠自己，不要靠别人。像现在啊，这个龙天护法顾得还好，哎，在古今神经病很快的嘞，哎，马上变脸的嘞，啊，而且不是他眼睛也跑掉了，大家怕死，我才不怕嘞。我说你到底是谁？出来！啊，你敢在他身上？以前我都是这样，结果那鬼神就知道我是谁，我是谁，他也怕了。像现在龙天护法。你们不会神经病的，但顾得很好，你们要珍惜哦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像给大众讲，你家修行啊，想轻松啊，想不劳而获，不可能的啦。啊，一定要脚踏实地啊，好好的。啊，这个去见性，像不能拜都要拜的嘞。你看那贵妖教在拜佛，他一板一眼都有动作，都很好哎。啊，他现在拜好又坐下来就有动作，他不像他乱拜呀、啊。那就是差很多了。你看他坐下来。他、啊、这个肩膀再摇一下，那是对的嘞。啊，拜久了你就赚到了。其实他现在更年轻时候不老，要好好找回自己啊。啊，说不迷心性，找回自己成就，不单是依靠他人帮助，包括想依靠佛加持保佑，这是不够正确的观念。啊，佛能够加持，但不能够保佑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因果在个人了、啊，生死在个人了、啊，成败也是在个人，所以一切还是靠自己。下来我们来迷佛，我们就输掉了。像我很有良心啊，啊，你们来我们贵宝殿，我讲你们要靠自己，要不要靠我？像以前啊，啊，这个，那个海亮啊，来我们家，我说你不能迷哦，你要找回自己哦。你不要看海亮，海亮他也有一点他心通的啊。他以前他就学那个外道很多啊，他也拿了很多钱呢、啊。你要知道，哎，这个催眠术有没有？美国那种催眠呢、啊？啊，在讲话他也去学。他花了好几十万了，啊，学那个催眠术啊，所以呢，他来到我们这里，他坐在我车上，我说你在看我心，你看不到我心耶。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说我怎么不厉害？啊，我跟的是佛一脚不硬啊，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见，最少有十五年有了。这个。人啊，要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心一静下来，你们里面看得一清二楚。像现在我不想看，为什么？跟我没关系。啊，
真的你要想救自己，我就要看你自己。现在你不想救自己，我不想看你，因为你不想成长。里面很复杂的嘞，像你们现在十种弟子都跑到我身上，现在跑不进来了，啊，都不修啊，重症气的里面痒痒的，跑不进来，在你还是在你身上，不能来这里啊，一点都不修，那是不对的。自己要最少要见性，不能见性对自己伤害最大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不迷的心性是找回自己成就，啊，不单是依靠他人的协助，包括想要靠佛的加持保佑，这是不够正确观念。啊，佛能加持，但不能够保佑。加持呢，这本是佛的加持啦，给大家看。你要去照做，啊，假如啊佛能够加持，能啊给大众讲，啊能够救我，众生找我，佛就给我救了，也不要给我身上一个洞一个洞了。都要克服你自己，一直克服的嘞，才能见性的嘞。不然就是有这么简单。所以因果在个人，生死在个人，成败也在个人，所有一切就要靠自己。所以我也给你大众教了一个最好的方法，而且也可以救你，改心。你们心不改啊，终身不给你化解，你做了就睡觉，你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啊，佛的能力只有加持，还有适时地提供协助，这是真正佛法了。啊，假如说啊，你来我都可以医，你不改他怎么医？像你们老板不是也要来医吗？不改怎么医？老板不改有什么意义？还做了就进空间，你看见了吗？人家佛法是恶力啊，啊，你都能靠我，我没办法救你了。这是真理啊，就好像你学走路，自己要学，总不会一天到扶人家啊给你走路啊。这是很严肃的问题，说其余一切都还是在真理上中道上，没有办法逾越过于真理的界限。像我们今天要想进去走真理就好了，宇宙总则一点都不偏啊，那走路会摔下会，众生看你一点不摔，他踢你，你就摔了啊，摔下怎么样？不要怕。起来啊，身上打一打，再走。啊，像人家以前在讲，过五关斩六将，给我关斩六将，这要的嘞。要克服这身体，所以行持于中道才是真正佛力力量。啊，佛能够帮助是愿意真正前行的孩子，啊，愿意要精进的啦。像我也给比丘你讲啊，这个精进啊，自己的成就不能有共高啊，不能啊有得失啊，错了面对，对了就一直走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像我们是救世团体啊，没有说一百做都是对的，而且给大众讲，千万不要有思维，最好都问佛。像我们这里最方便就是问佛，佛能帮助我们的，啊，并不会是迷恋于佛与施者的普罗大众。
像你现在看到名，那个人成就不可能的啦。啊，自己要脚踏实地去经营，都要做。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这个若能帮助佛讲的，那世界就不用太多受苦声音，并不是迷恋佛与使者阿婆罗大众，还是应该知道自己选择与决定啊行为有多重要，就自己个性要改，个性很重要。啊，你看个性都不改，那你要想渐进要更难。这么好的佛法要珍惜哦，很棒的嘞。啊，说决定一生成名啊，那也决定啊生生世世无人亲，看你要不要去突破啊，能够突越就赚到了。像我们为这假身啊，迷得太深，迷得太沉，啊，都病了。啊，像人道来讲啊，讲了人听啊，拍手，你有福报，不听算了。像这种大法，你不本人不来这里，不可能的嘞。这不能不懂，所以决定一生成就，因为迷的力量太深，啊，太深，决定啊，决定一生成就，啊，那么也要决定明了见性，了脱生死生死，不能骗人的来。你看，像我们一天每天的房屋有多少，很多的嘞。大家战战兢兢，空间打开啊！啊，都在躲雨的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救救自己啊！啊，自己救不起来，谁也救不了你的。不能不懂，像我们。好不容易啊，啊，有这个身体，用这个身体找回自信，很简单的嘞。像呢，刚刚的年轻时候，跟现在老的时候，啊，年轻早一点学佛就不老，啊，等老了学佛就差很多了，体力都不够了。那体力不够在那附体，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人道不好在那里，越附体越多，越附体越多，越老越多，啊，为什么越老越不能做？就在这里呀。啊，所以早一点学佛，啊，把自己给转了。像学佛最简单就是慈悲了。啊，你越慈悲越懂得啊包容人，啊越懂得啊帮助人，你要见性很快的嘞。啊，不是啊那个见性啊，啊很难不会的嘞。像我们现在这身体也是借用的，它是有时间性的，所以在修行啊，以真实的改性，用这个身体，真正心改，啊，以及修正生死轮回所带来的改变，重新回到真实原本自己，啊，自己是自己原本面貌，可以的嘞，不能不懂。像我们身体啊，在我身体啊，看到太多了，啊，因为我敢冲啊。所以很多众生会进来，现在他进不来了，所以看到这一长一下就没有，
就好像以前我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伸出来，你看平了，看了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你记不记得这个？没有了，完全平了。还那么重心，就好像你看看这个本来是红的一大，它就焦掉了，也不用擦药。有没有看到阿妈来给你看的？你看平了。整个都没有，跟手一样，有没有到？连一滴都没有了。你看这众生就是这样，所以一定要去突破它，而且不用吃药。后来哦，它长出来我就给它磨，嘿嘿，要那个修指甲来磨一下，整个平了。有看到？所以你要了解啊。众生无孔不入的呗，所以啊，佛在讲啊，那么也要决定明心见性，了脱生死的真实，可以的，都可以明心见性。像啊，我们为了这身体就太不值得了，不能不懂了，啊，那么也要决定明心见性，啊，了脱啊生死的真实。啊，因为想要真实成就的心，像我们要真实成就，第一个是救自己啦。啊，自己救了，啊，给大众讲要听哦，才能救众的来。啊，是不能有任何迷恋与追随与想象。啊，所以迷恋，那就不对了。这个迷恋我也给大众讲，大家听，要想靠人啊。那你说可不可以靠人？靠不了，不可能靠人的嘞。啊，所以即要修正，啊，修正生死轮回所带来改变，啊，原心回到真实原本自己，自己是自己原本面貌，啊。像我们父母见本来面目，啊，都可以找回自己。像你看看，在房屋一族小时候在肚子，还是房屋师生华界，哦，在肚子都很灵敏的嘞。你看在肚子一生就是在修行，啊，出来以后都是修行，啊，一直往高处爬，你看，就进入了师生华界。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，只要你到一天了，啊，你念佛就可以到西方的了，不需要修到二十几重天的。所以也给大众讲，在这时间来讲，啊，像多做好事，啊，多替人家想。像以前在屏东，我也访问一个，就一块地给孤儿院，他是生到第三天第几天了，你看就是一块地给人家就能够升天的了。所以这宇宙准则它是一个自然的，像今天我的身体为了大地啊，大地清洗我啊，我只要啊断气了，我回到长寂观的来，这不能不懂的嘞，所以这身体就不要了，很自在回家的。像我们修行就在修这个自在，对自己帮助很大，啊，即修正生死所带来改变，重新回到真实原本自己，啊，这自己是自己原本面貌，所以自己是自己没办法，啊，任何的仿效与追随，这句话就是这宇宙，你伊丽莎，你成人，这个就是，啊。你这灵在这个宇宙之间啊，银河系之间啊，在那烦恼，只要存好心做好事，你这个地方都好。人道很重要啊，所以佛才讲孩子啊，啊，请走出自己的路，包括学习弥陀也应该要有所体悟。
那阿弥陀佛好不好学？好学，像我要学他，学他好自在，宇宙人平，人心人平，啊，自己也百病不起。你不学他，病很多的嘞。像无量寿经所教你，都是教你做好的嘞。现在佛在讲呢，也是讲的，啊，就是很真实的。啊，像这段来讲，我不能帮你，啊，只有你，啊，只有你自己，啊，帮助自己，啊，因为佛家是，但不能够保佑，啊，说不迷的心境是找回自己成就，不但是依靠他人的帮助，包括想要靠佛加持保佑，这是不够正确的观念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迷佛，你们不能坚信哦，还是自己要一脚不一硬哦。啊，其实拜佛对自己身体也好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这是这个包括要靠佛保佑啊，这是不够正确观念。佛能加持，但不能够保佑。你们要好好的听，所以因果在个人，生死在个人，成败在个人。不然怎么种子在你身上？阿婆一直劝导不出来，他的咬都不放，因为众生没听经啊。像我们现在要化解众生，一定要听经哦。也是老实人呐、啊，老实人啊，就是污染啊。每个人都是给外境的污染啊，不能做主。你看他一辈子不能做主。啊，从来没有听过经的嘞。很可怜的嘞。啊，所以一切还是要靠自己。啊，佛的能力啊，只有加持，还有适时地提供协助。像叫佛加持这个，像你看我现在给众人倾斜，愿为人都倾斜，我都要靠我自己。我去给人家抄的，啊，哎呦，人都认同我，不认同佛，我也没有神啊，我有神。啊，我讲一讲，佛讲的也有道理。啊，我就狠起来，更抄，抄了更。更深啊，看怎么样再来讲，结果一抄下去就翻页了，啊，整个翻起来，身体就开始都消掉了。我在心想着，好，我要回家了，抄再抄。啊，不可思议，真的讲像人家出麻疹一样，一粒一粒的，你们看到现在都消了。你才看岳飞朗动，他是不讲理的。我是在看着关他就追。啊，不过佛讲说，在你身上出来，大部分都没有轮回了，那就值得了。你有没有道理？不然都在轮回。所以修行真实的改过改性啊，以及修正世间轮回所带来改变。啊，终究回到专取原本自己。啊，自己是自己原本的面貌。啊。所以要了解自己是自己哟，没有办法有任何仿效或追随。啊，一定要听经的，众生才会听的。你拜了不听经，众生不会听的啦。像我们现在众生出来就是听经才要出来，没听经他怎么出来？所以没办法任何的仿效或追随，自己是自己原本面貌。啊，孩子。请出自己的路，啊，包括学习啊，弥陀也应该要有所悟。若止于外相，啊，面貌上改变那不正确。嗯，给大众讲啊，学了佛以后啊，你心越清凉，智慧也有。就像我不会讲经，也会讲经。
啊，真的也不是我要奖金，还是自然的。所以应该真正正是往内里里头去敬上帝这个境界上头。像这一类也可以带动你，现在我也给你讲的，这身体都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不值得一直为这个身体付出代价。像了我执我见主观强这都不好。像你看现在外面来讲。再长得好看，一有主观脸就歪里八气了。有自己观，有自己的执着，就把自己给堵死了。所以观念越少，对自己帮助越大。所以应该真正真实的内心里头，经常转。所以这样的生成是。所有孩子应该学习修行，然后你越修越进心越转众生就跟你化解了。这没有做到修行马上是没有本事的，就是你的个性不改，主观很强。像你们现在年轻人，不是主观强把自己害死了。像现在阿明也看了，你一直看都是自己对。自己也不能做主，就是自己不对了，都要突破的嘞。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，也不是老人，才二三十岁，所以你要难做，最笨就在这里，不能不懂，害谁害自己像现在家里有淫欲的。行为大部分都当虫卵虫烟灰卵洞都是淫欲来的。为什么会当个烟灰卵洞？是24小时它没有停止在交配的嘞。像人道都不懂，懂了谁敢付出代价太大了，不能不懂。没有做到修行，往生是没有本事，没有办法解开身心的绳索，如何能得见心性的光处？像这个心性的光处要慈悲啦，给对谁慈悲？对你，对你本身。你本身不慈悲，你都进入空间了。进入空间没救，没救了。很可怜的嘞，所以佛讲孩子，往生是佛来接引，还是自己前往？当然自己前往了。现在在相关大佛寺可以跨步回西方的嘞，你只要会超度，带人回家不就跨步啦？你要学阿妈，变化就是关键，超度速度越快，回家越快。你没看一直每个讲，我一个签一个，不是我一次签60个，化身60位，一个签一个上去。每次出来讲，我都很感动的嘞。孩子啊，晚上我来接还是自己签嘛。这样，像阿明你也看了很多了，老人年轻人看了很多，睡觉的情景你也看了很多，你自己应该要醒，你睡觉醒也不好看，而且都进入空间，脸相都不是你，而且你还会吞口水，所以呵呵不能骗人的嘞，所以能够把握晚生的所有条件。那更是没有条件的，这句话怎么？本来就没有条件，像我们执着这个条件，这条件，佛才不信这个。只要在心的真诚你心越真诚，越真诚，
自己就把自己救，在其中的一瞬瞬间很快，找回自己的那个亲之前嘛。现在相关大护士还要来佛忙的，要不要叫他去？自己回家。啊，不要讲了，我到底能不能够回家？像你一直睡，怎么回家？像阿涛做了没有一次不睡觉，怎么回家？他是往下走，他不往上走的啦。我想你现在走进他面前去看他的脸一下，我叫你学下去呀、啊，看阿涛的脸呐、啊，你去啊，从这边走啊，从这边走啊。啊，他现在睡着，你看他眼神是不是他？我现在在教学呀、啊，你可以看他眼睛，眼神也不是他，脸也不是他，靠近啊，是不是眼神也不是他，是不是脸也不是他，给他坐走了。这就也是户外教学，这有本人在给你教，都不是自己的啦，他不能做主啊，反正他做了，他不是听经的，他也没办法听的。因为他是灵体，啊，他要做灵体，我也没办法。灵体就是做了以后，人家来好走，我就走了。所以你才知道这睡觉的问题很严重的，不是这么简单的。啊，你身体要给人家借用，就是鬼在给你借用，他也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。你问他，他是不是自己，他也知道说，好像不是我自己。他很老实，你可以问他。啊，像啊，人道来讲，什么都是好人啊，可是给他种，你不能做主就完了。像郭耀家这么年轻，一定要救，救起来讲经，法相又好。你看人家又出来一个人讲话了，不像他拜了一辈子，连一个都没出来。很严重的问题啊！只要众生要听经呢、啊，假如不听经，什么也骗人。说能够把握往生所有条件啊，那个是没有条件的本人。其实讲真的，要心改。像自己能做主不做主，心知肚明。像那个阿朝来讲啊，一个是他，一个不是他，十个不是他，一个是他。他常常20个在啊，100个在他身上，只他一个，他没办法承担的。有时候他蹲在那里、啊，那为什么他这么多？他想来的，他不想佛，他不念佛。啊，你只不要念佛，啊，你的众生就做了。他讲我有念，你念空佛。心没有佛，啊，真的心有佛，都能治病的。像我的病也要自己医呀、啊，谁医？念佛医的啦，要观想的嘞，不观想不行的嘞，要看人家医然后要自己医的嘞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一定要知道，都要靠自己，不是靠别人。不要讲说，我都要靠人，能靠一辈子哦。那往生可以靠？不可能的啦！啊，来，我看看他的众生讲什么。往生所有条件，那个没有啊条件的本，啊，这其中的一瞬生很快，找回自己就能够亲自知情嘛。像人家一个精神有问题拜佛。都能够辅助，本来都不能拜，躺在那里的，啊，一直敲一敲就能拜了。现在是讲众生要听经的，所以我也给他讲，你最好有播音机可以听，而且他现在录了我很多，现在这网站出来的经啊，在他家播，啊，他不播不行的，啊，给众生啊知道道理，他就要出来，不然众生。不听不会做，像阿明，你现在能够听经，是众生听的，要给你出来，知不知道？这不能骗人的呗。众生不出来，你不能见性的。你再看看郭耀家，很快就能见性的。
很快的嘞，真诚啊。啊，睡觉不如拜佛，能拜佛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像拜佛要拜有佛，不是拜没佛。啊，每句现在讲经也听进去，啊，众生听了刚，我刚刚听了经，我要出来，虽然是很少，23也值得，有没有道理？而且都要化解，不然呢，摁死的都不出来的，就是给他睡觉。而且你看他脸现在比较清凉，差很多了。啊，笑脸精神哈，这白下去我画着背，真的假的？这样不一样。这赵薇自己就能够亲自像阿妈的教法，像今天还这样讲的声音，你的教法真的啊越来越远。我说我跟佛学的，啊，其实佛的你无量寿经学到很多，啊，佛就全然不看人家的错误，啊，你看他度了这么多魔众，他不跟他讲话啊，只要魔众怎么狠，他又把他脱掉，魔众就没话讲。我很高干的嘞，啊，这哪个个性多强，骗人的啦！啊，你看魔众也是很脆弱的，啊，说找回自己能够亲自前往，这样好处也能够啊牵引更多的大众一同前往，这样也是，这才是佛的好弟子啊！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度越多越好，那度谁？度你50丈，现在。我叫郭二家先度他众生，他众生一直度一直出来，有没有道理？好好的拜佛，只有自己度自己，啊，找回自己就能够亲自前往。所以不要讲说啊，我拜佛，我众生怎么不出来？啊，你拜佛就躺在那边就睡了啊，不像人家拜一拜啊起来又拜，这不能不懂的嘞。像我劝大众讲，不老就是要拜佛了，越拜佛越不老，所以这样的好处也能够牵引更多大众一起前往，啊，这样才是佛的好弟子，帮忙佛啊，其实帮忙自己，找回自己的力量啊，这个一同随佛，力量同行，啊，随佛就是，啊，这个给大众讲啊，你要救世就是救自己。像人道绝对不要生病，你不发挥会生病的嘞。说学佛将世间还有化解，再多超度一些迷啊途的孩子回到西方，所以啊解脱这个迷途之苦啊，解脱轮回之苦啊，所以给大众讲一定要听啊，回到西方解脱啊轮回之苦，再多超度一些迷途的孩子，像讲经很重要。真的，啊！你看空间多少在哭泣、啊，像你们听不到不懂还睡觉，我听的心都很痛。啊，讲说我以前就是不懂啊，爱这个身体，哪知道这身体都带不走，现在变成孤魂野。那没有能量是骗人的，说世界上好多是修行人的身份。华界中，真啊，很多曾经也在修行，啊，但是面临往生，还是没办法往生，是真的、啊。像台湾看得见的，像你们从开始学佛10年，啊，你学我几年了？有10几年有没有？华生，学我华姑无力在你我，在归你，40岁开始，啊，把财务整理了。啊，也没看人家往生，对不对？人家知道你也没看到，你是最好的寺庙都没看到，你才知道这事情可严重。不像我们这每天天天往生，没有一天没有往生。啊，你30几年就知道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在高雄，像这个在高雄，我看着轰动，有没有道理？高雄很多有钱人的来，台中也很多有钱人。像现在在布里斯本移民最多是高雄的，很多啊。其实移民呢、啊，不是说为了修行啊，移民没用。像今天这里
今天不是在要传承佛法，谁要这里了不生谈，你说没道理，就是要这个像从你一样才有帮我修的，不能不懂啊。所以世界上好多修行的身份，华界中很多曾经也在修行啊，但面临完生还是没办法前往啊。所以这个最后差距就是完生条件啊。所以但这些条件并不是希望有别啊，其实真正还是修行还有分别，就是否惦记世间的尘物呢，就是你世间放不下了啊。最主要这个身，这个身你只要放不下，我告诉你，你想见性都不可以。啊，所以呢，才是我在意念曾经有啊有情缘，这也不行。啊，是我想俗见的万物也不行，就好像啊我要吃这个吃这个，啊我要买这个买这个，这也不行。啊，所以这还是有坚持个人形象，是我在沉沦无量的业力，是我还在啊这个畏惧生死过，这个都是人道了，这个人道所想的事都不能救自己的啊。你看你佛讲这么，是我对往生真实的信心，是我对生死真实的破舍，是我对真理真诚的知道，是我对呀 啊性情真切的啊这个改过，是我对呀、修行真人的本正。像现在问题啊，这个最后这一条你们一定要做到啊，最后一条做到在哪里，就是正啊，不要为这假证去做不正，不要为这假证虚伪。像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假证把我们给害了，这是借用的啦，有时间性的啦，没有这五脏六腑啊，这个八十五行属找不到自己的啦。啊，所以佛在讲啊，如果是这只是单纯的啊举例，还只是我能够做的确实，说晚生一年是不容易，但是一年却已人人都有。像你们现在佛在面前，等于佛没在面前造罪，那你们损失可大，害谁害你呀、啊？啊，讲到你呀、啊，你的理由一大堆了，我不听理由的了。啊，你不听经啊，什么都骗人的了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但。啊，往生啊，因缘却人人都有，往生的机会人人平等，往生的本事在孩子个人，啊，往生有条件也没条件，赞助孩子修行也没有修行，这是应该改的，修行是改自己应该改的。像你们啊，不晓得这修行好在哪里，把自己给救了，也不造业，修行知道自己缺点啊，彻底的改，啊自己啊个性彻底的改，内在彻底，你不见性谁见性？都是救自己没救别人的吧？像我们现在修行救谁救自己啊？你救谁？除非你是发了心啊，啊我想再救人。要救人啊，才有积功累的。这不能不懂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为什么？能够提升。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积功累德的嘞。我今天早上给大家介绍，为什么佛有这个极乐世界。你看他说在救人的，他没有一天停止。像我们人道，你看看吃了多睡了多，把自己累死了。
很累的嘞。这孩子啊，晚上要有信心了、啊，晚上自然就是修饰之心，啊，像给他这种晚上怎么讲简单啊，非常简单的嘞，啊，所以这晚上的条件啊，啊，在104坪。像佛非常慈悲，往生没条件，条件在你个人。像你看看我们的这身体又假的，搞了什么个性都有。你看看到了电影电视啊，杀到永远都有，那不好。不能不懂。假如说你们现在修行啊，眼睛开了，明人啊，从年轻到老看是不是他，不是的嘞。现在我看太多了，才知道人到在这里啊，哪时候能做主？真正的真实踏实真理，你是你本人。假如你不是真实踏实，很自私，你都不是本人。现在很严肃的问题哦，我讲讲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、啊？不是本人比较多，那是谁？冤亲债主。所以我们啊，现在最好不要有这嗜好。啊，我嫌这样，嫌这样，嫌这样，嫌，你不能做主，都是众生做主。啊，所以往生的人可能，但往生也可许不能。啊，这个不能在哪里？很简单的事情，偏要钻牛角尖。像现在的业障在哪里？就好像说，佛在哪里？像讲这句话是大不孝的，真正大不孝。活在你面前见到了，那你又怎么样？这不能不懂。这样你看，活的每一句啊，啊都是尽兴的，看我们自己要不要尽兴。啊，不能是心性还没未啊啊未转变的，不能的是对往生不是真实，业障很重的嘞。像啊啊，以前我在学佛，人家就讲我名啊，啊一个大主管还不住，啊迷了，现在差不多老了。我年轻人到底谁迷？有没有道理？像李秀旺跟我好几年，我是不是越来越好？你问卢子英是不是越来越好？啊，越有智慧，对不对？跟以前讲的经根本就不一样，有没有道理？宽比越来越大了嘞，你也可以问李嘉贤，跟我十几年了，这个都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了，啊，那个真实是自己要修了，真正的拜佛，真正的念经啊，进入经典了，你这个人就赚到。像你要翻开经典，我坐在里面的嘞。像我每天晚上都要练过的，哪一个还没做到？尽力在做，这是佛法啦，不是练给佛听的嘞，是吧？说许多人一生修行求的更是真理，可是真理却又不知为何，好像真理在哪里？现在很多有钱人在寻真理是死的出口。现在死的出口只有相关大佛寺可以有出口，给全世界人讲，你们怕死啊，怕病啊，来找佛，在我身上见得到。你现在看到我身上，我来是两次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不是滑稽就是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像我的手上你也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长出了一个会动的东西来。
现在平常完全没有了。所以你要了解客户，客户再客户，一直要去客户的。啊，主要在见性啊，啊，说真正修行某一法门宗派之际，对于往生条件功夫却又难以真正明白真心。其实老实就好，像我给赵总讲，我是老实的，啊，老实的，我说照做。啊，一举一动我都照经典做，现在我都教你们了，我没有另法的嘞。像华为也不是笨蛋了，华为啊也是在出家那么久了，谁有这个真理？你说对不对？像你们华德也不是笨蛋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像华德现在的信得不得了，啊，他能做做不做？你说阿妈养他。我要他这个人才，发挥很大的。其实也不要赚那么多，孩子孝顺孝顺不孝顺也算了啦。他的孩子不孝顺了，这这边这是好像没有路，就是在抓，到后来是空，就像你三个不孝顺一样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他们不要你做道士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哦，从小三个都不给你做道士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走道士的路就对了。啊，你现在学佛了，回去以后常常一穿到他门口一站了，哇，我老爸不一样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不会啦，你现在在这里呀、啊。等下官长整个上来都就是他们三个都会来找你的，他们三个也是很辛苦的，也赚钱了哦，要养家了，是哪个孩子不养家？而且人也越来越老，像你阿平不老，你妈给你栽培，给你出家永远不老，谁要娶太太啊？累死人的嘞！啊，像他的儿子在开药房，很累的啦。在香港我看的太多了，啊，说真正修行某一法门呢、啊，宗派之际啊，对往生的修行功却又难以真正明白真心，啊，所以呢，不了解，像我给他贪嗔痴慢疑啊，恶见都不好，都是自己的败笔，不能见性的，啊，往生是了脱生死重要大门。不同于啊，生死世上的轮回不行，啊，是要给大众讲，像我们现在访问这大地这么多，啊，虚空这么多众灵，啊，水滴都有众灵，你说人道这么悲哀，本来做人搞得这样不能见性，很难的嘞。这不能不懂。所以修行啊，应该只有唯一的主啊。像我们现在南无阿弥陀佛是迷信哦，啊，你只要真心的跟南无阿弥陀佛学，啊，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能量很大哦，能量很大、哦，而且这句佛号给你定，啊，那我再教你怎么定，就好像你啊做的。啊，人家以为你在想，你心在念佛，它很平很定，啊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你自然的心很平，啊，这个而且你眼睛啊所看到就是佛，这样整个定的，很好修的啦，啊，你假如说你身体哪个部位不舒服，啊，你也念佛，那个部位在烦恼，都可以的啦。像佛是大医王，你们呢来到这里知道，啊，真正的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真心你自己改了，一百一百有效的，除非你不改了，不能不懂，所以啊，相信才能够往生，啊，你不相信，啊，这个
但是相信力量有多少真实，主要相信也是要救人的、啊、像我们现在跟阿弥陀佛，我们就要救世啊。一点薄民之力啊，那怎么就是改变自己法相啊，改变自己的气质。我给你们讲要听哦。所以往生是啊，了脱生死重要大门，不同于生生世世的轮回不行。像我们不轮回的啊，轮回会走形的，生战会走形的啊，不轮回不会走形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以不同的口心里说并不存疑。所以修行啊，应该只为一一足啊，南无阿弥陀佛专呐。像给大众讲啊，八万世间法门呐、啊，像我们讲这宇宙来讲啊，为什么阿弥陀第一？你们都有待业哦，你们待业可以去西方吗？去不了啊，你待业佛还要你。你看佛是慈不慈悲，你要学到这一个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啊要有心啊，宽容他，原谅人家。啊，佛都原谅我们的造业了，那我们假如说今天人家做错了，我们不能原谅他，那你不是跟佛学？这很重要的嘞，所以相信才能够往生西方，但相信力量有多少真实？像我也给大主讲。修行啊，是这样，不修不求，修要真修，再怎么样突破，魄力很重要的。真的讲啊，所以往生了脱生死重要大门，不同于生死世界融合不行。啊，一不同口里心里说，变成啊，所以相信能够往生，啊，相信力量有多少真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不学不学这样，把个性改了，个性不好了，个性呢、啊、留着，你不能见性的了。你看我没有个性，自己就会起伏，啊，头也不会清凉，不好。说迷是不可以，啊，是不可以往生的。所以啊，此不是佛门，行愿不够慈悲。啊，现在佛是讲真理了。此亦不是那个邪魔外道所说，迷者真是迷惑颠倒。像我们这里啊，啊生啊不去做，啊生与意啊，要真的去改，改到零点呐、啊。所以真实迷惑颠倒，所信所见已非真实，所以为迷都是在心底不够功，啊。所以而迷者亦是难以消化任何真实大事。若孩子经常相依投注于啊啊他方式度过危险考验，那是为迷。所以这个所信所见即非真实，所说所以为迷啊。啊，都是以心底不够功夫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像我呢，啊，人道来讲，不改不改，180度的改变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现在，像人体的个性不要了，啊，我们只能存好心做好事，什么都看好。像我们人道呢，每个人都好，不要讲说这有个性个性，啊，个性自己要改了，谁也改不了你。这不能不懂，啊！若是孩子经常想以偷渡他啊，方便度过危险与考验，那是迷，这难以成全。所以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在这世界不要去造因啊！啊，你要因就有果。像我们也访问很多异族，啊，那个异族啊，你看了都是因果来的。像父母从小叫他积德，都是好下场的嘞。
说迷了并不明白自己，也能够觉得有功夫，只当是迷，不是真法。啊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所障碍的除了尘染，再没有便是明。尘染就是在这世界污染，像这个五花八门，很容易污染的嘞。啊，这个污染可能大家听不懂，就是你心不清凉了，心不清净了。像我们呢，心要干净，心要清凉。啊，所以迷信会让一个人无有是处。啊，世间有多少人以迷恋方式修行，不懂。其实学净土一定要像在这个澳洲相关导师，啊，跟这个可以讲说，啊，离开这个市区，完全不干扰，自己要净化。像我们这里很好净化的嘞。啊，所以多少年过去了，修行还是停留在原地，所以个性习气还是原本面貌，那不能进行的。像人老就是这样的，而且啊，修行还有世俗性强烈，佛门都没进来，就好像你学了十几年。啊，一讲了就生气，也没有修行。像我们的个性呢，真的不是佛在教，我们也不懂，很麻烦的嘞，真的非常麻烦呐，不是这么简单。说自心所说的所成，却一切是啊幻化之想象，真实的希望从来皆是遥远之所，就在眼前呐。像我们现在。把地球改成西方，啊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不能不懂。像我们大家都想要平静的生活，平淡的生活，都可以的嘞。啊，说真实希望从来皆是遥远之说。孩子，正确修行不要迷恋。啊，什么叫正确修行？改自己。啊，越改自己越慈悲，对自己帮助越大的。这不能不懂啊。啊，所以也是一门功课，不迷的心性是找回自己成就。像现在。啊，你们都学佛了，眼睛呢、啊、大部分都有都开的啦，没有一个不开的。只要你会看，像阿明，我叫你刚刚去看他，你就看得出来了。就好像我带你出去看了，外国人被护体也看得出来，样子都不一样，很多、哦。现在小孩子很多，那你就知道护体是什么样子。啊，所以知道这事情很严重的。那我们要不被问题就是正，正而不邪，不要为了这个假身啊骗人啦、啊，啊，这个为了假身啊，啊，做了很多伤害人的，哇，人道不懂哦，而且这个假身呢、啊，只要你造业，你就要下地狱受报的嘞。尤其佛法来讲，啊，佛法是个真理啊。啊，你不用真理去行啊，你很快啊，因果就找到，找到是附体。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人生病附体附得这么难啊？这难受。啊，你看他现在坐那边睡觉，这个身体会被控制的，众生就多，才知道这个附体很严重的，说不但是依靠他人帮助。包括想要靠佛的加持保佑，所以要给他。现在外面当不了，
啊，你没看到我们去大陆看到的三皈依版有没有？好几个哦，啊，这有没有用？你不改个性也没用。啊，像我们要不要三皈依版？不用，你个性改了，你众生就找不到你了。啊，我们外向的一直去做，里面都不改，不能用的。所以第一个是内心要改，啊，你内心改了以后，啊，只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是可以往生西方的了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现在我们学佛不是名，啊，因为佛的发愿是这样，啊，自持名号，只要念啊念这六字佛名，才能够往生西方，才不会到西方变东方啊，南方北方，有没有道理？那我们是要去西方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要自持名号，所以这名号很重要。所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大家觉得很好念，其实不是很好念，啊，我这不是很好念，你们感觉看看，你们都是念佛，念得住吗？念不住，啊，太简单了，啊，不晓得这念呢，是要改心，彻底的改心啊，念这句佛号。能量就大，就像好像啊，我们智慧没来，念个佛，智慧就来。像以前我也听净空老法师讲，他讲经啊，这一段不懂的，啊，他就拜佛念佛就开了，因为他讲了好几次啊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啦。啊，只要你能够净化，啊，佛啊，给大众讲。能加持的，就好像我们比较被阻塞了，你拜了佛了，念了佛以后，它自然就开了。啊，说包括想靠佛加持，这是不够正确观念。啊，佛能加持，但不能够保佑，因果在个人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也给赵总讲，现在我没学佛不讲，学佛就知道，啊，有因就有果，说我们造好因。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，好因造啊，对自己呀、啊、帮助最大，啊，帮助很大的嘞，啊，所以生死啊，生死个人，因果在个人，啊，成败也是在个人，啊，所以一切还是要靠自己，就自己啊，就是给大众讲，一切微尘，啊，因心成体。所以这个微尘里面，每个都是一个众生，啊，这心好啊，对你是帮助最大的。像我们现在要想百病不病，啊，心一定要正，没有一点偏斜，啊，所走的路啊，坦坦荡荡的，啊，都是为众生，那你就赚到，你觉得能坚信？不能不懂啊。说佛的能力只有加持，还有适时地提供协助。啊，这个加持也给大众讲，看无量寿经自己改的。现在人家讲说，没有见佛，最少你跟佛对语啊，没有问题的，很简单的嘞。啊，只要你心清凉，随时可以跟他对语。说，其余一切都是在真理的中道上，啊，所以真理很重要，啊，真理我也给他叫做宇宙准则啊，一点都不能偏差，啊，没有办法逾越过真理的界限，你讲违背了，你身体就被附体了。说恒始中道的啊，中道才是真正的佛的力量，像我们。啊，这个啊，道教来的中道两边不存，没有自私的，自私不了。而佛能帮助的是愿意真正啊前行的孩子，并不会是迷恋于佛与师者啊普罗大众。现在太多都在迷呀。啊，像你们呢，在问这个王者在画净土对不对？啊，看有
啊，或者像那个族郎，男主啊，看要不要跟他家人讲个话，啊，这个礼拜问问看，看他清不清楚。咱们现在家里超了很多，有福报了，啊，其实啊，钱在世间也没有。能把家境眷属抄了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啊，不然你看，有的时候在做动物，都不是做人的。啊，那么世间就不用太多受苦的声音。啊，若能帮助，现在人苦不懂，走不出来了。像现在人来讲，在台湾，蔡志丹讲。每天都忙得半死，他还给你学佛，所以人道很可怜的嘞。不懂，不懂，不懂的学佛就是救你自己。所以孩子应该知道自己选择与决定行为有多重要。啊，这个决定啊，一生迷啊，成迷，那也决定。啊，那生生世世无人清，沉迷就是把身体当作真的啦。现在我也给大众，我们身体是来演戏的，啊，演什么戏也给大众讲，演个好戏，开悟的戏，啊，能见悟的戏，带动人往生希望的戏，那你就赚到了。这不能不懂。孩子应该知道自己选择决定行为有多重要，所以决定一生的沉迷，那也要决定生生世世无人情。不能不懂啊，佛法的浩瀚，你自己能够进来静下来三个月，不可思议的了。像那时候我在修啊，三个月我就看到了。本来我给我妹妹讲，哎，啊，你三个月再找我。结果我妹妹问说，哎，你那时候要开始啊，要开荤的意思？我说我现在刚开始，我在一年再讲嘛，在一年以后啊，越学越好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啊，身体是不一样的，像啊自己找回自己，对自己啊帮助最大。像我们人生来讲，啊，跨越可以的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来教我们的，把这个一生的啊沉迷啊，啊这个。这个不能轻敏的，给他突破。因为人道来讲，都迷得太深了，把这个假的当作真。现在假如说里面有亲戚朋友，还是啊父母死掉了，你才知道在哪里啊。骗人的嘞，就像你爸你爷爷走了，也没到你，跟你叔叔也走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报仇啊。都很逼的嘞，啊，你也不要老，一老了逼下来，只要他进来啊，你就逃不掉。像那时候你爷爷讲，他一进他身体，他都逃不了。而且你爷爷啊，啊，好像过去有修，他不是都是供养那个鬼神咒嘛？他求鬼神，看到鬼神头弯过去不理他，他眼睛是有开的嘞。你爷爷讲出来的东西哟，哦，他爷爷投资在房屋呢，房屋的非常好，而且看鬼神都不理他嘞，鬼神自身难保，怎么去理？像现在我们学到佛法才知道，你看现在啊，三千多万人来这里访问了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方夜谭？啊，这是可不可思议？
而且在我身上出来，我更好奇，在我身上看多久进了我身体，我更好奇他进了我身体有没有道理、啊，哎问了，啊，所决定了、啊，啊，一生沉迷啊，这个迷的力量太深，啊，决定这个太深了，那要成就就来，所以决定一生成就给大众钱。那也要决定明心见性了脱真实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啊，决定要真实，很踏实的，真就真的，假就假，对自己帮助最大的。啊，所以因为想要真实的成就的心，可以的。嗯，啊，假如要。啊，成就的心啊，给大众讲，就不能有任何迷恋与追随与想象。像啊，佛常讲，我们来演戏啊，演这出戏啊，演得成功你就赚到，演输掉你就被淘汰了。每个人大多都一样，人体很珍贵的嘞。不能不懂啊，所以修行在于真实的感心感性啊。像我们现在修行来讲，心很重要，只要这个心啊，你什么都看好，你这事情就成功了啊。只要这个心你会动了，那你就输掉。这不能不懂，每个人附体这么多，又把这身体来演戏当作真的，就把自己给毒死了。所以重新呢、啊、到真实啊原本的自己，说自己是自己的原本的面啊面貌，所以修行的真实改心改性啊，啊以修正啊生死轮回带来的改变。像我们现在很好修了，我给大众讲。啊，这个好修，一定要把你自己给忘掉。假如你自己抓得很紧啊，我告诉你都败掉了，因为你这个身是假的。你抓它越紧啊，你轮回越深。这不能不懂。啊，说自己是自己，没有办法有任何啊。仿效而追随，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像每个人就有命，每个人有八字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你到日本，现在台湾一样，你的子孙呐都不一样的。你才知道我们的人体啊，大部分都不一样。啊，你看父母生的，你看指纹一按下去，他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这不能骗人的了，才知道这个要给大众讲啊。啊，真实啊，自己找到自己是没有办法任何的啊仿效而追随。孩子，请走出自己的路去面对。像我们怕不怕坐着不怕？你没有摔跤怎么会成功？啊，摔跤以后才知道，哦，这不行做，原来要这样才行，这不能不懂啊！啊，包括学习弥陀也应该要有所体悟，啊，学阿弥陀佛也要有所体悟。若只于外向面貌上改变，那不正确，主要是在智慧。啊，像我们学的南无阿弥陀佛，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。智慧如海，那是学佛，不能不懂啊！啊，应当真正啊，真实往内心里啊，里头境界上升。若只止于外向面貌上看，那不正确。啊，这样的深层呢、啊，是所有孩子应该学习的修行。啊，这深层好像大家听不懂，给大众讲。像我们呢，啊，自己了解不了解的心不了解，
啊，你只要了解你的心啊，我告诉你，心会不动的。像我们心动就输了，你动了绝对不能渡的嘞。啊，他知道你弱点就进去，所以灵界好不好渡？很难渡。啊，你没有一把啊功夫啊，你要渡灵界很难的。啊，所以没有做到修行往生，没有本事。在修行啊，也给大众讲，像在打地基呀、啊，地基在打。啊，打地基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地基打得好啊，像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大地关系，啊，人与鬼神、鬼神这种关系。你就处理好就不得了了。说没办法解开啊，身中的绳索。如果得见心性上的光柱，啊，孩子晚生是否来接，还是自己前往，自己可以突破的嘞。啊，自己突破再突破。啊，突破什么？自己可以完成，不能不懂。啊，自在完成都可以的。什么叫自在完成？像我也给大众讲，啊，人在最困难，你能一直念佛，还是你病了，快要死了，你能一直念佛，你马上脱胎换骨。假如说你现在病人叫119，我们台湾是119了，这里是000了，啊，那你就输了。修行人很重要哦，修行人呢、啊、不要怕死，你一怕死就输了，啊，所以往生啊，活的建议还是自己请。所以啊，能够把握往生啊的条件，那更是没有条件的本领。活很慈悲啦，为什么佛讲1岁到100岁的度，每个都一尊佛？现在的老人呐、啊，到后来都痴呆症很多，只要跟着佛身边，最少不痴呆。很多人不懂，像你们现在来在贵宝地就知道，痴呆很容易的，一直睡，你怎么不痴呆？现在我给大家讲，睡觉不要睡太多。啊，尤其你啊，20-30岁睡这么多，要吓死人哦！你不要看华开，华开很会睡的嘞。啊，一中午吃饱以后，你叫他睡到明天他才会起来，还跟他爸爸体质一样。这个败笔啊，这个一长大要调的嘞。真的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能够把握往生的条件，啊，那是没有条件的本来。在其中的意思很深很广，找回自己就能够亲自啊前往，是真的。像我们都是西方人呐、啊，啊，前去啊都可以的嘞。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简单的不得了。所以我也给大众，这是6字好名，很棒的嘞，不能不懂啊，要珍惜一些这样的好处，也能够牵引更多大众一起前往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现在人道福报啊薄，啊，真的有福报的人呢、啊，来这里相关道见见佛。可以见性的，像我们现在人道都没出口啊，来见佛就有出口了。灵性是不生不灭的，这样才是佛的好弟子，帮忙佛啊，找回自己力量，一同随佛力量同行。
不能不懂。啊，佛讲得很谦虚了，讲帮忙，其实佛在帮忙我们，所以佛也叫我们要学谦虚。你看，他变化界、虚空界都在度中，啊，还讲帮忙佛，所以我们人道，啊，是科技的科技，可以的。所以找回自己力量，啊，一同与佛的力量同行，啊，随佛就是，啊，随佛将世间还有法界，再多超度一些迷途的孩子。像这个大地迷得最深的，冤魂人都迷得最深的。现在该大地有几十层啊，几万层都有了。所以回到西方，解脱轮回之苦。像这个澳洲人不懂，澳洲人懂得西方极乐世界的灵性不生不灭，他绝对会来学的。现在澳洲人，你去找都找不到人的。你看坟墓啊，一个老婆一个老公，老公死了，老婆也不一定来住，到去哪里了？这很严肃的问题啊，这个我也问过佛，他说理念不同，空间不同。啊，这样一家五六口来讲，理念不同，空间不同，不可能在一起的。这是佛讲的，那说人道理念相同可不可能？很少，不同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跟了学无量寿经，学了净土，理念同都可以回家。啊，说世界上好多修行生活。法界中呢，很多曾经也在修行，但是面临往生是没有办法前往，真的，很简单的嘞。像我们学佛啊，像以前我去给凌晨业主助念，我都看到头顶有个金金的，啊，后来现在不跟佛对应，我才问佛，他说我都在等他念佛，想要解。所以念佛人，佛都会来接的。我看到真的金金的，就在他头顶。可是他看他儿子眼睛就掉起来，就走了。或者在我们家超度啊，才去西方的。所以你要了解呀、啊，佛都在等我们的，不是不等的，他不随一人的嘞。就是我们自己不听话了，不能做主。啊，所以面临往生还没办法前往，最后的差距就是往生条件，但这个条件呢，并不是西方有别，其实真正的还是修行还有分别，所以你要了解，像我们现在第一个给大家讲，个性一定要改，啊，能够跟人家对立的不好。啊，你想说啊，这个人我不跟他相处，你不是修佛人。啊，真正的修行人没有一个对立啊，更慈悲。给大众讲不能不懂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啊没有对立？你心才能清凉啊。啊，你有对立，你心不清凉的嘞。这不能不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在学佛来讲，啊，其实真正的孩子修行还有分别，所以你讲只要不要有分别啊，见性就很简单，啊，是否还在惦记世间的尘物，像这个世间好不好断，哎，上了瘾很难断哦。像我们现在每天还有空气，
哪天晚上睡觉起不来没空气啊，人就死了。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是我还在惦记死生之物，啊，是我还在忆念曾经的情缘。最怕就是情缘呐、啊，像我们也给叫做人生呐、啊，啊，感情呐、啊、是对我们伤害最大。你只要有感情呐、啊，你头是散乱的，不可能头清凉的。啊，是我在想念俗间万物，真会有，像我以前都有。我想要这，想要这，想要这，好像都很正常。现在在想这个，我去当这个哎。在我给阿姐讲说，哎，你不要再想东想西，你会去当这个东西的。这真的哦，有的用就用，没得用就算了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要我就是要，你就把自己给堵死。啊，是我在坚持个人形象啊，形貌，这人人都会有的，这个也要改。啊，是我还在沉沦无量的业力，还在造业的意思啊。啊，是我还在啊，畏惧生死过后，像这个，我讲生死过后。你要到哪里都不能做主，现在生病都不能做主，你还想到啊，还在畏惧生死后。现在也给全世界讲，我看我们都没路，只有念佛才有路。而且你现在听到结义来讲，一点都不迷信，你一定要脚踏实地。啊，你一迷信啊，你不能见性的。啊，像我们现在学佛是找回自己的力量哎。啊，佛在教我们啦、啊，我们一脚不硬，把力量找回就赚到了。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要给大家讲，啊，是否还在危机生死过后？啊，等到生死过后你就来不及喽。啊，是我对于往生真实信心，这很重要。什么叫做往生真实信心？像我来讲，我今天目标都在西方。假如干扰，干扰啊，不能去西方，我都不要。你能做到这一点呢，你就成功了。这是真实语言，这不是假的。来干扰到西方呢，我这个东西都不要。其实现在人道要用的东西是人道在用，人走了谁在用？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所以我也给你们众生讲，啊，你们一直报仇，一世、五世、十世在报仇，你就在当鬼。像你现在不要一世、五世、十世，人家成佛了。去西方的，这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所以佛在讲，是我对于往生真实信心，这有。啊，干扰你去西方的最好不要做，轻易都不要。啊，是我对于生死真实啊破舍。像你看看甚至破损，看啊，那个亲戚朋友，啊，你不破损也要破损了。像人死的，你像现在啊，在台湾来讲，人死的谁去找人了、啊？弄个坟墓了，啊，过节拜拜了，也不能沟通，不像我们这里都可以沟通的嘞，灵跟灵都能讲话的嘞。很正常的，这不能不懂。
啊，是我生是真，啊，是我生是真是破什么？生是在哪里啊？像我们现在出世这历史在哪里啊？像我们看到历史应该醒悟过来，历史人物也不在了，啊，有的受报，有的升天的，人道都骗人的嘞，啊，是所以真理真诚的知道很重要，啊，真理真诚的知道，给大众讲，你绝对不造业。像现在我们就是不懂啊，造了很大的业。啊，是我对性情真切的概括。像我们呢，一些个性啊，不要就不要了，一定要改。像这个性对我们伤害很大。啊，是我对于修行真，啊，修行的真人本真，本真。将来每天进步进步看得见的，啊，每天没进步也看得见的，很重要的。啊，佛又讲，如果。这些只是单纯的举例，还只是我能够做的正确。确实，像现在我也把你人体给打开了，人道都是骗人的啦，人道没有一个真实的。像你现在啊，就好像刚刚，哎，是贾博士讲的吧，还是常仁法师讲，做了，啊，赚了这么多钱，五十几岁就走在五十几年。去当皮鞋，可能他很爱鞋吧。不能不懂，所以啊，我们爱什么做什么，爱什么做什么，大家在这里都看到了。啊，对自己呀、啊，一定要改，这万物都不能要，只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。啊，假如这万物啊，你还要要，我给大众讲。你可能就是做这个东西啊，现在我们这里访问很多都看到了，而且啊，你做的这个万物，没有南无阿弥陀是打不开的，而且人道也有法身，啊，人道没有法身也打不开，你就亿万年都打不开的嘞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，所以现在我在这里给大众讲啊，千万不要啊。只能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这不能不懂。啊，假如我们贪心呢，又要使用权，又要所有权，那就把自己给毒死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做万物？现在你看到我们访问这么多的万物，就是喜欢的啦。最后一念呢，你眼睛你在想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所以啊，佛在教我们二六十中要把佛号念好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一定要念好，对自己要帮助最大。所以孩子是我能够做的确实，啊，如果这些字。单纯的举例，往生因缘是不容易啊。假如你有这些毛病，不可能往生的啦，因为你污染太厉害了。那现在社会哪个不污染？哎呦，现在社会污染得很厉害的，他也不懂得污染。像我们现在修行才知道，哦，这么爱这个东西，严重的啦。这不能不懂
啊，往生姻缘是不容易，但是姻缘人都有。往生本事啊，在孩子个人，所以往生条件也没条件啊。其实真的讲，像我很慈悲呀、啊。啊，现在很多人讲说，哎，他都没有修，这灵啊，一念佛就去西方。他是有修，你看不见的修，他过去修迷了，所当的灵，啊，来到这里，刚好他自己，啊，知道念佛好，念了就去西方。他过去修都是很深厚的嘞，这个因缘都不能骗人的嘞，这不能不懂啊，啊，所以往生有条件也没条件，正如同孩子修行。啊，也没修行，也能回到原本之处，啊，这个这句话很深的，啊，这个正如刚刚我讲的，没修行怎么可以往生？过去有修的啦，啊，往生自然是回到原本处，啊，所以啊，要给大众讲要听啊，这个。人道来讲，这身体啊来的也不容易，啊，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能够闻到大法，啊，这个大法的好处我也给大众讲啊，你们一定要听好，救救自己色身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色身呢、啊，不要太执着，它是借你用的，你能突破这色身的种种困难。啊，往生要有信心，像我们去回西方，我们本来是希望来的，啊，为什么变得大家都不一样？啊，就是大家心都不一样，所以现在大家在一起啊，心要跟佛在一起，那就一样了，这不能不懂啊，啊，所以往生要有信心啊，像。这个往生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像在台湾来讲，啊，很多念佛人听到往生会害怕，不晓得这个往生他是没有病跟没有死，所以这也不是学佛人，这不能不懂啊。所以往生也有心经，往生之难就是是修是之行，在世间修，那。在世间最好修在人，帮助人，帮助人开悟。你看我们人道人有没有意思？没意思的，做了半死，啊，得来你看，孩子不再教育，孩子也坏了。像我们呢，还了好几单义卒哦，啊，给大众讲，都没有结婚的嘞，都是。为大众一直服务，服务帮助社会，啊，这对自己帮助都很大，啊，所以帮助最大就是给大众讲啊，净土法门要沉船，很简单的佛法，啊，不要想得太复杂，都能尽兴的。所以往生自然就是修持之行，说南无阿弥陀佛，但愿孩子成就往生西方。很重要的嘞，对自己啊帮助都非常大的嘞。啊，现在在我学佛到现在，啊，我去助念也没往生的。像我爸爸，我一直助念到23重天，主要在是王者。不是你们的问题，就讲我们助念来讲，王者不去呀、啊，他不了解西方啊。像我们现在了解西方，人家就啊、哦，我要去西方阿弥陀佛，那绝对去。像王者你呀、啊，才给他助念念佛，他不懂，啊，他以为要活下来，他念了佛就不肯切。这很多人不懂的，这要懂啊。所以助念来讲。你真的不修行，助念没用的，啊，不能懂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往生年为阿弥陀开始，啊，这个往生家亲啊，往生年品如何而止，
往生又去到哪里了啊？像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往生，啊，也给大众讲啊，品位要不要搞？要哦。啊，越把自己忘掉，帮助众生越多，往生绝对品位好。啊，假如你很自私啊，念佛，可能在边地一尘土，很多对啊，边地一尘不懂。无量寿经有讲，五百年呐、不能见佛。所以真是啊，这个真是入了西方，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受苦。来，我们先问他问佛就知道了。这不能不懂，还是在六道轮回受苦，曾经加庆，或者一切因缘，希望被救起心情，佛完全能够明白。但还是佛是公平中道的，这句话也在教我们。这个中道就是真理了。啊，真理对我们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所以为孩子会落难，啊，佛当然是希望抢救，但与孩子说，孩子想救起只是自己曾经的家人，孩子所没有看清楚，却是更多的道理。啊，假如说你们家就是有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讲法。你不是救世者了。现在净土我们来讲，做无做，无做而做，啊，做了就把它忘掉，那你要坚信就简单。假如说我们做的都有条件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坚信的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条件在哪里？好处在哪里？你一口气不来，条件好处都没用的嘞。不如啊，约一次功德回向大地。像学佛要学佛的心念，假如仅仅是为了自己，为了一家，太不自在了。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还是说没有看见的，却是啊更多的道理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你有道理不能尽信的啦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两个人吵架，啊，两个都有问题在讲，你们两个都不行的呗。啊，两个人在一起，你吵架。啊，他还笑，啊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人有修的嘞。像我们现在人道很多来讲，那不是吃亏，你不吃亏不能见性的，那有没有吃亏？只要身上不破洞了，啊，那不是吃亏，是救你。像今天我也给海亮讲，这不能动的，一动就完了。啊，不要讲你有理由，你也只要讲理由啊，你的心就不清凉。这不能不懂，呵呵，这对自己啊，见性很重要的嘞。孩子所没有看见基础，却很多道理。孩子想爸爸的心，但孩子是应该看见他的落难的原因。啊，就现在来讲，你要跟冤亲化解，一定要听经哦。
像我也给华西讲，啊，他的女儿出问题，一定要听经哦，就好像郭耀家听经重症出来一样啦。啊，你真的听经啊，重症会给你化解的啦。啊，因为众生也不同，很有个性。啊，今天不是佛解开，你个性就是把你给毒死了。个性是这个假身，个性不能见性。那你说个性好不好？不好。前往我们的人体啊，不要去碰触，完全好。啊，不要有起伏。啊，人啊，跟人之间有起伏，你就输了。不能不懂啊。啊，所以孩子是不是应该看见落难原因？虚空成就也还有一定的规则存在。这句话很神的。就好像你们五十兆细胞，啊，我在给你们观想超度，重症不化解，啊，他就出来了。所以众生呢要化解，我给他说你们要超度，一定要听经。像这个大地在超度来讲，啊，这大地不懂，看着就转，原来我们身在也是大地。很可怕的嘞！啊，为什么冤亲债主会抓住自己不放？而生生世同样会有业力现前，个性个性啊！啊，个性把自己给害了。所以佛又讲，那么自己现在所想救起人，啊，又何尝不是？孩子救他的心很好，但是孩子看见因果应该晓得尊重，啊，并且敬畏。你看救助人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！你不敢，没有办法救你的啦。你看众生，啊，你没看佛在讲，要尊重你的众生，可是你都不改，众生都不给你化解的。所以我也给大众人修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修改，心改。啊，真正的要往生西方。你不往生，你就要轮回。变孤魂野鬼的啦，像我们讲幽灵密密麻麻，幽灵就是鬼啦。啊，那生生世世同样会有业力现，那么自己现在所想救的人又何尝不是？所以阿佛的孩子救他心很好，但孩子看见因果应该说我刚才你不改的话也救不了，没办法救。所以啊，佛法他讲解铃还是系铃人啊，像我们的这个心来讲啊，180度的改变，像冤亲债主为什么抓着不放？他没听经，听了经啊，谁想要报仇？没人要的嘞。啊，那么自己现在所想起救人，又何尝不是？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。孩子救他的心啊，但孩子看见因果应该要啊晓得尊重并且敬畏，
晓得付出应该要有信念。所以我们现在佛法是大教育啊，像我们今天的学佛啊，彻底把这假身的习气的改掉。像我们这个假身呢，你不改、啊，我给大众讲，你都不能做主。那说假身好不好看？难改嘞！啊，为什么难改？像我们现在岁数越大，越固执啊。肾就越被控制，这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所以这个虚空中啊，抢救也有一定的规则与存在。当然，是不是应该看见他的落难原因？为什么冤亲债主会抓住自己不放？现在也给大众生病啊，有病啊，都是冤亲债主的啦。啊，吃药有没有效？没效。就好像说啊，他开刀好了，你看，马上又爆发了。我看了很多。啊，只有彻底的给大众讲，心改，像。我也给大家讲，替人想很重要。啊，你不替人想啊，就自私的想自己，你不能见性哦。不能做主哦，很可怜的。啊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啊，为什么冤亲债主抓紧自己不放？啊，甚至是同样会有业力心，那就是个性啦。像我们俩个性真的不改，他抓你抓很紧的嘞。啊，那佛又讲。那现在自己现在所想要救起人，又何尝不是？那孩子救他的心很好，但孩子看见因果就应该晓得尊重啊，有啊这个以敬畏，晓得付出应该要有的心量。所以啊。帮助自己所认识的人，同样是帮助自己与他有缘的。像这个佛法来讲，每个都有缘的。像阿弥陀佛就站在哪不远，你看他都度啊，大地度什么度，哪个度，空间度，啊，云端度，维系的空间，你看从头无尽都在度。啊，只要你能度的能听我，他都度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帮助自己所认识，啊，同样也是帮助这些与他有缘的。那为什么六道轮回中会有人前往？啊，这个六道是现在六道迷迷麻麻的秘密，啊，天道，啊，修罗道、人道，啊，鬼道、地狱道、啊，畜生道，都是各陷害的，在六道中有人前往。不是只有人道啊，因为因缘果报及业力，这是很容易明白到啊，空间中重重等待的过去所伤所害，称之为冤亲的孩子，可是他们同样还在等待，所以你只要有个性，他都到了啊，你个性的要改啊，你个性不改不能翻页的。像我们最笨就是个性生气啊，不满、嫉妒、障碍，就把自己给堵死，也不懂。
啊，像你们这不要个性一起来，个性一起来，啊，你看孩子子，他们同样在等待，等待受报轮回后继续报仇受苦，啊，所以现在也在这个第一时间在搞的，我也给这边大家讲，你一时要做鬼吗？一时要附体吗？虽然你手上令牌了，你可以来，啊，要他的命了。蝶象吞蛋啊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这不能不懂哦，就等到受报，啊，啊，等到受报轮回后，继续报仇受他。说孩子想救起的人，孩子可知佛没有不给不救，佛要看双方都愿意放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佛不勉强。啊，他说佛，啊，佛要看双方都愿意放下，佛救了才会真实。像现在大部分都不化解。啊，我说你为什么跟师兄弟子不化解？他没改，还是过去样子。现在人道真的是很难改。嗯，我看到是这样。其实啊，你很难改，个性就把你给害死了，你业力就没分了。所以这里这句话很重要，佛看到双方都愿意放孩子，可是佛是不啊没有不救，啊佛要看双方都愿意放，所以你心不改，你终身不改，佛也没办法救你。所以你们现在要迷佛吗？啊，佛救了才会真实，真实的功夫是要牵起每一位轮回中的灵魂。啊，甚至佛在讲这话也给你众生讲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好了，给你报了，你去投胎了。那你欠家多少，人家要给你报的嘞？不如啊，大家都去希望，不要去投胎。像投胎对你们伤害最大的，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啊，不可啊，当轮回中有规则存在，不可以时候所行所为就应该要有谨慎。而不是为了人情的压力，佛是啊，让慈悲心。像修行来讲，你只要是让慈悲心，你不能见性，而且你破戒。像人道来讲，戒律很重要，能够做就做，啊，不能够做不要勉强，不要去遭罪业。我给赵仲谦要听了啊，因为超度啊，啊这个啊，因为超过真理以外的行为，我没办法帮忙，不是为了人情压力或者浪子辈啊，因为佛还要再同你更多的众生回到西方，我能救能度，就是孩子愿意真心忏悔。这不能不懂啊，像我们都不改，佛怎么救？能不能老，老就不行了。啊，孩子愿意，啊，同时超度这些跟随已久的孤魂，佛能救能度，就是孩子愿意真心忏悔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我们今天要化解众生，自己要改了。你假如自己不改，众生大部分都不出来。假如说你们今天学佛，什么都是自己对，你们不要来，你绝对学不到。啊，你假如说你都是对的，你也不会去生病，
啊，你也不会去给人家控制。给大众讲，这是很现实一句话哦。像佛在讲，孩子是我同样自私自利，只是想自己的生存、自己的好处，那样的话并不如法。不能不懂。啊，说能度就是孩子愿意真心忏悔，而孩子也愿意同时超度这些跟随已久的苦魂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真正的学到佛啊，真功夫，法身超度可以牵到每一个啊累积累世的云章，你就赚到了，自己也就翻页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啊，再不突破的话，没办法医的了。像现在我们学佛，需要佛来救我们来。所以你个性不改，佛怎么救？不可能的啦。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，我们都是个性害死自己的，没有人害我。你们现在看到那谁害你，都自己，所以管不了你的。啊，所以给到中间啊，要听啊，好的改个性啊。只要想起自身自己好处，那话并不如啊，好好的改个性啊，真的能帮助你破迷开悟。佛也不可以帮助，因为那样代表孩子还不够吃苦。就好像你杀盗淫妄啊，害得众生在里面啊，不晓得人家的苦啊，你真的要尽心也来。像我们的牌位啊，重新看过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伤害人家？啊，这不能不懂的，因为呢，那样代表还在不够苦，只因为贪图眼前深感的自在，或者想着自己灵魂的解苦，不可能。这不合因果的业报，我不可允许。还是要孩子在从磨练中学习明悟。现在的磨练中修行，给他就是那个名目，就是慈悲了。这不能不懂啊！还是孩子在从啊，从历练中学到名目，但我从不舍啊，会再等待，等待孩子重新再来时刻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这新的波动，啊，新的动思维，对我们就是败笔，不能坚信。孩子应该知道，能够解脱离苦有多么的殊胜。啊，我们不要再轮回，在六道轮回中，虽然是假，但是也让好多孩子苦不堪言，就是为了这个性的。像我们现在有没有过去啊？没有啊。假如你有过去啊，我告诉你绝对不能坚信。这是很真实的。像我们今天啊想坚信啊，一定没有过去，可是很难。啊，所以六道轮回中虽然是假，但是也让好多孩子苦不堪言，真实生活都是希望一命。啊，但是孩子是否愿意找回啊本来的面貌？这孩子超度需要付出，因为生生世世都在超度。现在
相关大佛寺占的好处就是佛超度。啊，像变化界、虚空界都有的，像佛的心量很大，这不能不懂。啊，所以这个因为生生世世都超度，所有过去也曾经曾经走路的一条，虽然不是执着往后，但对曾经所善或做过事情，还是要有负责任态度，不弃而不顾。像给大众讲，像我们呢学佛来讲，诚信很重要。假如你这人没诚信，你想要见性不可能的。诚信很重要。啊，诚信代表你的人格了。没有诚信，不是佛法。像我们的佛法来讲，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很多人做不到。牺牲你自己能够大成功，都要去突破的。啊，对自己啊，帮助很大。